四分。哎，走得挺流利的。刚刚没有补士，也没有挺双头蛇，哦，那黑方就可以考虑把中兵给打了。好，这个棋要先吃车，好，不先吃车，先打马，他吃完炮以后再回来，就先切后取得子。这个下法我跟李杰有下过，一时之间有点忘了，出直车，这样下，比较容易打向比较平稳的盘面，黑方多了一个中兵，而且也把他车炮暂时给吊住了。退一步棋，也可以考虑退两步。好，那退一步的话，将来让这个中兵有往前进的空间。好，然后这个马相对比较灵活一点，他可能退马在外往想敲这个中兵。好，但是相对的呢，黑方其他棋子也会走得比较灵活一点。这个下法，我今年年初的时候印象中在。有跟福建的一个叫李杰的下过，当时布局稍微有点吃亏，要稍微想一下啊，当时开局赛还不错，但是漏了一手棋，跟那盘棋蛮像的，不知道会不会不小心又犯了跟上次一样的错误。现在有跟了，我要打马。可能会吃这个再吃这个，先补一手四，当然也有考虑过平炮，然后把卒冲过去的棋，或者是跳马组织这个攻势。当时的实战我好像就是走这样补四象，把车开出来，但是看一下，
好像有点印象，这个棋。他如果是补另外一边的士呢，他的帅门会被这个黑方给控制住，相对比较好下。他补这个士呢，另有一番味道。印象中，当时红方是走的是升车。这个车准备要爬起来控制住这个点，那将来也可以歪往什么减轻一些威胁。他如果现在就吃到中卒的话，就直接威胁他，让他的马比较差，位置比较差。他果然走这一手，那走这一手，当时我好像是升。当时走了什么棋？当时走错了一手，被他马有个马踩象，这棋炮还在中间。跳马吃象，炮打。目前还没这个棋，炮打将过来马吃，分车。确实有点忘记了，当时怎么下的有点忘了。当时好像是平炮吧，平炮被他踩下就快崩溃了。那一盘棋后来下到残局的时候，很幸运的捡了一盘，逃过了一劫。打算从边线切入。对手，他吃完的位置会不太好吧？我抓他的马，他怎么办呢？歪王吗？他吃这手感觉好像有点问题。他刚刚或许可以考虑车先平到小头来，平到小头比较有防守的作用。他这马吃虽然把中卒吃回来了，但是现在这个位置可能会被打击到。来看看他怎么下。会不会平车呢？他跳进来。这个棋我觉得黑方感觉好像还不错了，因为这个车也通透了。稍微小心一点，看他们怎么吃。目前看不出来，那马果然吃下去，防止他的往歪出来，定住他的中炮。目前没看到什么棋。果然还是对的。
这炮弹闪不掉，闪开的话，中间会被大概会被爆破。我狙抓炮，他平开；我退向抓他炮。退向抓他炮，他怎么走？他冲兵吗？冲兵，我狙再退回来，他又都冲，我冲到这边来，抓一步，抓一步，他冲，我吃他炮打一枪。好像是刚好不会死，那如果我先抓马呢？问个应手，先抓马再抓炮，再退向抓炮，先抓马。哦，他可能点到这边来了。时间不太多，先抓一下再想。退向，通兵。退居抓马，再通兵，吃炮打一枪，再飞下，他歪出来。有点风险。时间也不太多了，还没算清楚。冲兵，我觉得他可能会冲兵，冲兵是比较积极。冲兵之后，黑方就要考虑一下，这个棋有点花，我还没看清楚。啊，直接枪，他应该要冲兵，那我这样子一抓怎么办？刚刚冲兵这个炮还不会死啊，围魏救赵啊。如果黑方退一步的话呢，兵再冲，
哦，那如果你把它吃了，它炮打一将，哦，那它这个反而有成体炮的攻势。你冲兵它，冲兵，你再退回来跟它抓的话呢，它把你吃了，那它放了一个兵过来，哦，只是说它的马位置比较不好，哦，但是这样子反而黑方是要求和的，哦，他车马兵杀过来，他这样直接下这个炮，看起来可能就死掉了。刚冲兵，还有一个方法是，刚刚黑方就不要退将，直接退去抓。你看，还有一点，钥匙啊，那个都有的。刚刚如果不退象直接退车的话，就变成推逼迫交换。交换完，我觉得红的应该还可以。看起来黑方要赢也不太容易，不输倒是还比较现实一点啊，因为红方还有两个兵会有威胁，他这个兵冲下来挺麻烦的。明智一点的话，可能就考虑弃环了吧。他冲的话，可能就跳上去，把这个攻势先顶住，然后弃环给他。刚刚这个棋他冲，刚刚还考虑退马，退到边边来。如果要保持变化的话，可能就变退马了，哦，但是退马也有一定的风险，他两个兵杀过来也挺凶悍的。是什么意思？哦，破相了。不是走法挺危险。退马呢？跟他拼了。哇，他这样子穿七两子吧。他下的似乎太凶残了，少两个子，待会插入两个兵。他其实刚刚直接进兵稳一点，这哎，哦，是在讲，先手抓车。
我跟你对车的，我对车，对车还有两个兵，刚好对车，刚好他也退不回来，这个马到时候往有机会往前冲，机会就大了。不过他待会还有个歪王的棋，看一下他去，先看他去退哪里。还是我的气缓了呢？对嘛？待会要守底四，不然有点危险。两个兵，退到这边来，再咬你一下，再咬。跳出来！啊，算了。歪王，抓军将。歪王怎么办呢？这边有个抽，哎，发一本，吓死人。这里到底有没有什么器具杀？双马引拳，跳这里好还是跳那里好？自己跳出来。对啊，不行的。哎、欸。好、哦。不行啊，炮如果吹太的话，怎么不好嘞？对。我说的对，我是老师。可是我们的教师班要不能成绩或者考学生的。所以你在家里学就好了。好。你觉得你现在说再来弹钢琴，好不好？再来弹钢琴，好不好？好。不这么多哦，啊！我请你吃的东西都不止500块，你先吃的时候买的香蕉不止500块。你不要，如果你吃过，你也要给我500块吗？那为什么这样？好，拜拜。糟糕！
乐曲应该挺惨的，嗯。坏的是，这边跳马跳错了，这里啊，这边这边刚刚在想什么？刚刚在想刚有想过一个平居的曲，它是我居将过来，居定中。先侧面，当时有刚好想一个平居的曲，平居感觉可能比较好一点，居比较灵活。那我好去吃这个是它，这个要弃马也要平居吧？当时是这样想的。好，这盘没有做好。时间的把握也不好，最好是不要把自己逼到时间紧张的时候。这个像
跳这个。本来想说他可能出车的，哦，出车，到时候车炮比较灵活，这个棋可以考虑骑了把他这个马赶走，看他要怎么骑。用这个棋的，我想他可能会退马吧。哦，用这个棋的话，这个架构也还在。感觉他刚刚出车的怎么着？现在是一个业余赛的网络上的一个初选，下午有下了几盘，水平参差不齐，又碰到软件的，拿了好几分，所以说网络上除非这个主办方他对这个软件抓的比较严，好像刚刚那盘棋我虽然输了，但是对方肯定不是软件的。这个会肋骨很大吗？他这马现在感觉有点危险。掐住他行不行？去考虑一下，他这个马看起来快危险，快危险。那看出什么棋？先割着吧。哎，打完不动，还在跑。给我走了。退马呢？退马，这个马会不会就有危险？他这边可能会开出来，他从开出来好像会救得到。这个炮呢，有一直监视着他。好，他如果挺了一个边卒的话呢，我想说这边还可以打他，打过来，刚好可以打过来。所以他可能会把这个赶走以后，将来可以进边卒救援。哦，所以我的想法是把他车给对了。
这时间有没有少掉很多啊？五分五十六。将来有可能会蜕编码，然后炮评过去，然后再炮打读，通过这样一系列的计划呢，来吃掉他的码。然后他不能容忍这个企鹅炮，所以他就打算要把它拔掉了。太怕他进去，还是我直接把他打了，弄个实惠了。将来可以因为打了这个主以后可以进兵，然后马跳出来或者进炮等等，也有机会炮升到这边来打他的马，好，那这个炮呢没有办法过两只。网络会累得很严重吗？一下，那我就打他了。进兵，我吃他马，他打过来，我吃他，刚好可以来个先切后举抓双。那如果我先进个兵呢？先进个兵，他进个卒，我进一手炮。哦，他跳马，我刚好打车，好像可以得子。准备升巡河炮围攻他的这个过河卒，哎，这毛病挺多的，是怎么回事？出去抓，看起来比较大，出去他炮打，他炮吃，马再翻出来，不一定能够吃到他的子，但是就把粘在这边。
那这个是 G2 要平回来的呢？那我先补个字啊。他平冲兵，还是我直接先冲冲兵？他平去我冲冲兵。那平局以后，将来有个平族的棋，平族我平到他再把我调度，有可能有这种情。先躲开。不想要他的马了，在他这边想进攻。围而不打，把围困住啊，头痛一点。但是还不一定要立即吃他，好，刚好进个东兵。给他刚老实的平车可能还好一点，哦，将来有个送卒的机会，送卒摆脱牵制的机会。架下红方的手段就比较多，黑方反而他的手反击手段自己消除掉了，这个沉底将什么都没有了。好，那红方这个马可以踩边卒或者从这边跳进去，那这边就放着把它困住，红方也没什么关系。一二三，一二三。踩下，捞个词汇。刚刚往这边跳好像也不错。他如果进一步炮就可以考虑闪过来。看一下。野区生个根，准备或许可能会打持久战。他，啊，如果平个卒，可能就用炮吃了。他，啊，牵制住，反正这个车就有根了。
局。哦，他这里。那把象飞起来算了，象飞他打马跳进来，把他这个马给牢牢的困住，让他连跳这边的机会都没有。到时候真的对调车了，这个马 也在边边被困住。他平局我就会用炮吃，他平局我就跟他对局，对完了这个马刚好被三个棋子给困住。他打马的话，马就跳进来。炮子，哦，他要打一将是吗？让他过来骚扰，本来想说退马的，但是想说退马的话，车可能就爬起来了。他真的很想解脱这只马。那红方有没有好的位置可以跑呢？他走这个，我退炮，我再一夹，他不是还是要回去吗？哦，他搬到那里去啊？不会吧？也比较差，好，再下一盘好了。先忍住。哦，对方总是反攻马的阵型，不过这个兵。这个将来可能会被这个炮瞄着比较不舒服一点，而且这个车也是通的。如果是先手方这边多停了一个兵，将来还必须要弃掉这个兵，哦，然后来从这边伸出来。好，那现在后手方呢，这个卒没有停了，没有挡到自己的巡河车，哦，省了一个兵，还省了一手棋。我觉得这个界面可能还不成熟吧，啊，还有一些操作上不太方便的地方。过风炮，
这边啊，太好吃了。上下红方的结构比较合理一点，这个马将来还有机会跳到拐角。哦，对方这个下法有点矮板，就是他没有什么针对性，那对红方的出子呢是很轻松惬意的。降下黑方，红方的开局，黑方的开局有点吃亏了。去吧，孩子，点个边兵，还是我先吃这个实惠一下。他既然不冲，他也不想冲了吧？好，那就先对他来个威胁。好，将来他到时候这样速度上快一点，我这样冲过去，他如果这边就等于遏制他冲卒了。啊，因为他冲我吃，他炮吃的话，我刚好一平兵，好，一切刚好来得及。好，他的车还来不及开出来。好，他果然走了这个，我这个车也开出来了。红方现在可以走什么呢？点下来。兜下兜过去，那也可以考虑的一手。先跳个马，跳到这边来，跳个几步呢，跳到巷口。嗯，这个开局我觉得黑方会比较辛苦的。啊，果然要对车。这车完，哎，这个有灯。用兵吃还是用炮吃呢？嗯。我让他马跳出来。嗯，哟，这么大方。不太理解这个棋。那这样下这个兵可能要不回来呢。象飞啊。向飞，那我这个冲这个兵怎么办？冲这兵呢？哦，他可以打。这红马跳到河口，控制一下。这边还是有冲兵的机会。顶着，嗯，顶着我冲兵，我不理他。我再冲那个兵，冲那个他打一下。马下我马再跑开来，我感觉红方算大优了。从开局，因为黑方他的开局没有什么破坏性，所以红方的出子计划都很顺利啊。然后顺便呢牵制到黑方，哦，造成下切换到无车棋，嗯。就完蛋了，
切换到无车棋的时候呢，虽然没有车，但是红方已经掌控到整个局势。这盘棋应该是开局的问题吧？黑方的开局开得比较矮板，他没有去破坏对方的出子，向下这个闷攻威胁他的调子。最后一盘吧。六分积分，我不知道有没有机会下到前二十。大兵。看到三四十分还有七十分的，可能要么就整天挂在网络上，要么就是可能有用其他的程式去辅助。这个十六分可能还离二十分二十名有点遥远啊，因为他只取前二十名。这个开局，这个开局肯定会受到黑方的冲击。他这个是也是反攻马，但是他反攻马的方向跟一般的不太一样，好，那这样他这个负担会很大。感觉他吃毒也是还好一点，这个就是所谓的有效步数，他这个有效步数吃亏吃的比较大。这个马长途跋涉之罢了，人家走一步的炮给拔了，他也不出子车。子车不是还挺好的吗？反正他的车也不亮了，那不需要刻意封住他了，先吃一个实惠。被怕不知
下，因为有个车要伸过来。其实还是感觉要慢慢走，蛮乐观的，但是还是要慢慢走。多了一个竹，两个狙开出来，大子也比较灵活了。下一步的计划，你要么就打击大子，要么就是累积一些物质优势，那大概就是吃兵吧。吃兵的话呢，就可以吃中兵。好，那如果要打击大子或者攻击的话，哇，送狙了。好，那这个马呢就可以往前跳，看跳卧槽什么的。如果下一步他走的比较好的话，刚刚黑方可能就考虑狙进一步，然后加来踩中兵，然后这个送子这个漏就漏的比较大，可能对拐角马的阵型还不是很熟悉吧，因为这个马守到这边来了，刚刚也是为了怕他吃中兵，就用马先跳出来，马跳出来，这个马自然就守到这个点，对，好，那今天又下这边，质量比较一般，好，第一盘棋比较可惜一点，可以再去检讨一下，好，那今天就下这边，明天要比赛，所以就可能早点休息，也祝大家周末愉快，谢谢大家。